论花费多少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谢谢。话说500年前，国君澹台烬继位后，力挽狂澜。君王澹台烬有一位深爱的女子，据说国君澹台烬寿终正寝后，与他那名挚爱的女子合葬于澹台王墓。他终究是放下了那些东西，向前走，那些与我一起的时光。纵使冷淡，但那一会儿，我也该彻底放下这些属于我的心痛。